好，我们第四个动作是触地蹲加抬手。好，此动作要点呢，就是你的手直线往下摸地之后，站直手举高，触地举高。好，以此类推，我们持续做15秒。好，那在动作的期间保持呼吸。那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呢，是屁股往后坐，不是膝盖往前伸。好，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换侧面，来开始。很好，可以看到教练的臀部是往后的，而不是膝盖往前。那动作的重心一样放在脚掌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